好，难列锁定哈、哦，再来就是有关那个用 current 跟 row 函数了哈、哦，所以其实插入函数里面有检视与参照。current 的话呢是参照它现在是哪一列啊哪一栏，更正一下。那所以乘上哈、哦，哎，所以就加一个乘的符号，所以 and 什么一个 x 的符号，这个 x 是一个字串哈、哦，就是一个文字。那再来的话呢就串接 row， 所以你就把 row 打上去 ，OK， 就是一乘一。等于的话呢，那就是在 and 符号，在一个等号，哦，等于什么呢 ？and， 那两个相乘，所以两个相乘的话呢，把这两个哈，干脆先复制一下，把这个中间哈改成什么？改成乘号就好了。OK 哈，就是把 current 跟 row 相乘嘛哈，啊中间加一个乘的符号就可以了。OK 哈，好打勾之后的话呢，那你会发现呢，啊把它字中一下好了，向右。它到 OK 哈、哦，向下到9，放开有没有一个999就出来，而且这完全不用管那个栏跟列的锁定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自动去抓到它现在的相对位置，所以这个方法哈、哦、也是一种取得你现在位置的一种就是方法之一啦。那你会想说哪一个方法会比较好啊？其实说真的，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。有的时候其实你就看实际上你要怎么取得你的栏列的位置而定了。那我的习惯是其实如果有些 大量的资料要取得的话，诶 current 跟 row 真的是不失为一个很快速的方法。OK，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刚好刚刚有提到。所以未来如果说人家 考你会不会用 current 跟 row 去做一个九九乘法表的话，那我想其实会跟不会很快，不会的其实说真的想半天还是想不出来，可是你会发现会了之后你大概就知道、哦、原来这个 current 跟 row、啊、它原来就是取得你现在这个储存格里面到底是哪一栏哪一列，只是这样而已啦、哦、OK 好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如果我今天希望、哎、把它变成九九乘法表，那什么叫九九乘法表？就类似像这样的、哦、按下它自动帮我怎么样输出一个九九乘法表，那会有个清除。另外呢，如果我今天变化题，我希望呢能够被三整除的帮我画一条黄线，底就是底色画一个线好了，类似像这样的输出的时候顺便、哦、能够被三整除的那个前面的数字的话应该是前面好像是被乘数吧、哦、OK， 就是被乘数呢、哦能够被三整除就画一条线。那还有一个清除格式，所谓清除格式就是怎么样，就是把那个底下的格式给清掉，应该还记得吧，前面好像这个部分我记得我有讲过如何在储存格后面加上填上颜色，有没有字的颜色也可以变更，甚至还有框线嘛，框线其实都可以，它只是我复习一下清除格式。另外呢还有一个变化题，什么呢？对角线。那所谓对角线就是这个对角按下它，它可以对角线，有没有画个叉叉这样子，啊也可以清除了哈。反正变化这个是，就是说呢哈，延伸性的题目啦，所以我们按部就班来看怎么做。第一个哈，怎么做出按下九九乘法啊？不过输出的时候我是放在 B2 开始啦哈，所以如果你放在 A1 开始，当然又写法又不太一样。那这个写法跟刚刚哈我们讲过的那个什么。输出之